介代志，若无我，敢有才调进行啊遮顺遂？哦，是啊是啊，话是安尼讲无唔对，啊，毋过你即摆变名计较，嘛实在无啥合情理吼。是啦，西公贤呐。咱即马是一个同一条船顶的，你遐尼爱计较，就是要创啥？而且我应该予你好处，你嘛拢已经摕到啊，你还有啥物未满足的？你讲了真好听嘞吼，恁本地的财产，甲予我比起来，差伤济啊吧哈？你讲这是啥物意思啊？阮是你家的人，摕较侪钱，啊，这本来就是应该啊。啊！你即摆伫变这代志，你是想要创啥？真简单，把恁家的财产分作三分，两分恁两个都摕去，剩的拢我的，安尼毋才合理。西公贤啊，你是咧讲啥哈？迄是阮李家的财产，我凭啥物来甲伊分啊？宝珠啊，你甲我讲话。较细腻的哦，我是规个代志会随时甲你逼碎的哦。这个代志若无我西公贤啊，伫后壁咧甲你拍，凭恁两个，哈，只有在条比赛网，这拼咧。西公贤啊，你实在是想超过啊啦！你咪等我。小秋啊，你咧甲人恐吓是吧？我陈明辉哦，唔是用恐吓大汉的，你要甲代志讲出来。凊彩你啊，欢迎你咯！你宣传出去哦，对你嘛无好处。陈阿明辉啊，算你较强，咱大家小组的，小组的这。西公贤啊，你不是要爱钱，你家己解决一条，看要偌济钱我拢给你。哼！大哥，哪会遐奇怪？本打雄雄飞出来，和迄三个人惊甲是大细声哀。这间厝内。好像就有一个鬼魂存在，本打鬼魂甲人到底有甚物牵界？咱蛤蟆寮本港口有一间港口宫，你知不知道？每年到甲三月，这都很热闹，全世界人拢会来这进香兼拜道。也就是讲，三百多年前有人对湄洲搭一尊妈祖来甲这，伫啊这休困了后。迄阵妈祖就唔肯搁再行，迄个人就拿迄个本打店只乌白片，片到迄个好地里遐。后来妈祖伫只建庙真灵性，即嘛嘛是全省上有名。在嘉义本港口一个所在，有一个好野人姓李，也毋过主人李来发，无偌久进前才来落葬。伊个查某囝宝珠，囝婿明辉。完全都无顾到这种双亲之痛，都将着伊的后母秋风，甲地桥后的坤姨来赶出李家。阿母，阿母，宝珠啊，明辉啊，你要赶母阿囝离开李家，会用的，也毋过我求你啦，等你阿爸。做爸你了好，你嘛较拜托嘞，阮阿爸都已经死啊，你莫在那里加好衰啦。若要做爸你吼，你别个所在做啦，莫等下我你干。宝珠啊，宝珠，我求你，你看在我踮在你干做牛做马做十几年的份上，都无等你阿爸做爸你了，才离开才好。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
我求你，我求你啦，我求你。阿母，无人通我靠啊！卖踮只咧死里顶点啦！叫你两早是无听着心，卖踮要只学校你家靠衰啦！老祖啊，你免含面讲遐尼济啦，甲因不出去哦，门关起来啦！太娇贵，太过分了！阿爸，对我行！哎呦，你来做我啊！进来啦！来，来来走，咱无闲甲这两个，我两心人都做伙啦，啊！你搞错诶！还是阮阿爸是最歹的，你嫌我，嫌我，啊、你好啊啦，宝珠啊，啊你嘛莫伫遐咧假友好啦，伊哪会拜哦，阁互因客去拜啦，安尼咱较省麻烦啦。可怜的秋风甲坤儿，向赶出李家了后，一时无人通去投靠。两个母仔囝只好来到来发心情，所有的这个河边暂时住落来。真想要坚强，也毋过你想看卖，恁阿爸在世的时阵，所过的生活是怎样啊苦路，也毋过死了后，连一个新厝牌的位当福晒都无，你讲我面内袂伤心呐？怪我太能吃。叫阿姊甲姊夫，甲因捡到这凄惨，那无，恁也嘛免这委屈，跟我来住鹅寮这个所在。坤儿，莫怪你家己，只可惜，恁阿爸出得歹事些，今仔日恁阿爸跌咱跌落平。阿母是真不甘，如果恁阿爸死了，若有灵性，伊嘛会不愿。阿母，你放心，阿爸代志我会处理好势，你先休困。面对着这么大的打击，不管安怎，坤儿拢必须要坚强，才会当予伊阿母瓦靠。坤儿伊来想着，来发自细汉，当作伊是亲生安尼伫咧照顾，即卖已经长大成人，会当来友好来发啦，想袂到伊阿爸煞来过往去。阿爸，阿爸。啊，是安怎啦？哈？跋倒。跋倒啊！跋倒在咧哭。嗨，查甫囝勇敢嘛，啊，无将来变来保护恁老母，对无？有听无？啊，乖乖乖，来来来，哦，哈，你看，啊，酸甲规身躯汗，一面乌麻嘛，哎，来，别甲伊擦擦咧。啊，这条囡仔吼，阿歹拢扎在身躯诶，那垃圾啊、流汗，听我擦，有听无？乖。
爸。像，什么人？阿爸，是不是你阿爸？阿爸，你慢走！阿爸，放我！阿爸，阿爸，我拜托你出来见我一面好无？阿爸。我真正足思念你的，虽然你不是我亲生老爸，但是我知你比我亲生老爸搁较疼我。爸，阿爸，我求你出来给我一面好，阿爸。阿爸，阿爸，哎呦！林阿银，这敢是阿爸林阿银呢？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是你带我从我来家的吗？阿爸，出去嘛，见面好吗？阿爸，坤基，南焕，坤基，坤基，南焕，坤基啊，别叫我啦。已经无爹啊啦！你呐，嘛已经死啊啦！无我英俊，谁叫你住伫遮？你紧阿爸出去，啊那无，我都要你一面海看。我叔啊，明辉啊，我厝已经有人啊，我落魄安尼啊，你敢明天帮我刷是？放恁耍，小王啊！啊！哎呀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哎呀，小王，你来做啥？恁男生做敢袂伤过分？搁哪讲，伊嘛是恁老母呢？恁哪里接不好？唔惊叫雷公卡死？你，像是我的老母啊！我的老母早都已经死啊！恁母仔囝。已经去让阮挂出来安尼，那个未见未熟来当你家公了啊！这予你带一暗，已经对恁真好啊、哦！你嘛唔知好歹哦。宝珠啊，恁阿爸才过身无一个月，恁两个阿婆就安尼对待我，你袂感觉受过笑过吗？你讲的什么话啊？啊！啊，你是好阿伯哈？你是来创啥哈？这是阮家代志，要你管啦，一百收银哦，我都看袂做的啦，看袂做，今仔日困啦，莫留要吃啦，下钱下钱，快走！阿母，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做伊两个阿母，讲无好咱带工了，叫咱都要离开车。恁真正够过分的呢，这间学寮，阮有大无大，对恁来讲敢有差？为什么你要来逼阮呢？有差无差是阮的决定的，啊，我讲袂用钱，就是袂用钱，物件快快的，随我走。你，宝珠啊，你若是做，敢对？看哪讲，秋芳嘛是恁阿爸的某呢，生来嘛是恁后母呢，你若恁是做，敢唔该去受到报应呢？无啊。你只不过是伫阮李家咧破蚵仔的工人，你竟然对我讲话遐大声，你唔通袂记一路，我是你的头家，你敢你袂较细致嘞？你要甲你老板比，你查水嘞呀？你这个工人，你安怎安怎嘞？阿公，太晚了。这一切，我真是天注定。来晚了，咱来去做。阿母。哼！笑啥无？你一定会记今仔代志。有一天，你一定是会报应的。
秋风啊，啊你即马要去倒啦？阿母，啊来，我来倒替。哦，大姐，阿母秋风啊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啊，阮翁吼伊着出海去，啊，我暂时吼来阮倒倒一站啊。感恩安尼，无要紧啦。阿红姨啊，多谢。啊，三班的，我甲恁老母两个敢那好姊妹啊嘞，啊，佫讲啥物多谢？咱即马就紧来去，啊，咱紧行行。阿红啊，是秋风啊，上介好的姊妹啊伴。伊安怎想都想袂到，一个月前的秋风，也是好野人的头家娘，也毋过今日竟然会变成这款的下场。当年秋风带着坤基来嫁予来发的时阵，每一个人拢真欣羡，欣羡秋风伊会当找到幸福美好的归宿。好，我不要，你吃得。秋风啊，你嘛休困来吃这物件。头家，我真正不要啦。阿姐啊，秋风。听讲你除了破屋以外，搁在往补希望啊，吼。是啦，啊，若无啊通破，啊，我着去给阿妈讲补破房，赚点外钱。好，赚钱是真好啦，想身体嘛会顾呢。我知影啦，多谢头家。头家，头家，头家，村长敢若有出代志，讲叫你着爱去处理啊。哦，哦，我是啦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秋风，来，这提下。啊，若无够吼，遐还阁足济咧，啊，我来办大事吼，免客气哈。来发也是本港口的大富爷人，伊名下的财产有鱼温啊、乌平，甲真侪船只。也伊做人无迄个阿舍气，对人真诚恳、客气，所以规个本港口的这船民，大家拢真敬重伊。也毋过来发了早年死亡，地主讲庄仔内真侪闲人要来甲做亲戚，但是来发了拢无答应，因为在来发的心内，伊对秋风有迄种的好感。秋风啊，我食袂落，哎，大家对你遐尔好，啊，敢讲，哎，对一点仔感觉敢拢无？哎呦，你是咧乱讲啥？咱是大头家呢，有人品。我有钱，我只是一个女工，还佫教一个囡仔，我哪有厝家通甲人讲呢？莫佫讲啊，较等下讲，袂用笑。哎，那要紧，啊，你一个后生，啊，一个查某囝，啊，毋是拄拄啊好，还佫讲哦，人伊嘛无关心你个啊。好个啦，你莫佫讲啊啦。阮坤基啊，一个人伫厝，我等下煮饭互伊食，煮完了呢，我再过来吼。秋风啊，本人是真软正，少年死翁就真歹命。这个翁死厝内，阁无甲放下，牵囝度命的重担，敢担会行？也毋过，只有一个死母的叫做来发，也是真好个。常常来秋风啊因家，照顾秋风啊，阁疼伊的囝。人讲查某人是菜籽命，一个死翁，一个死母。敢有法度结亲戚？坤基，走走，坤基啊！啊，坤基啊，好起来啊！阿母煮饭给你吃嘿。阿母，我得个这爹。阿母，我得个这爹。他个这爹。阿兄。阿母，我在这边。阿母，我在这边。阿母，我在这边。一撮钱而已，
以后都无够啊，是要安怎请大夫呢？我得过出去啊！我得过出去啊！坤姨，你放心，阿母来请大夫吼。我即马是要安怎大夫？请你支持我，莫走娘娘。安尼嘛不是办法，搁拖嘞，坤家一定会无命的。我是要安怎？对，找头家。知咧，啊对，伊敢坐船出海去啊咧？啊，坐船出海去啊？秋风，头家，秋风，到底发生什么大事啊？呢，由头到面啊？啊？我求你，我求你救阮囝坤儿啊！我求你好。坤儿啊，是安那？阮囝坤儿发烧到真厉害。啊，发烧？大夫啊，阮囝有要紧吗？放心啦，应该不要紧啦。在旧社会传统中，孤男寡女共一室，一定会受人的指指点点。尤其是秋风啊，伊个一个后生坤儿阿弟，如果伊常常甲来发来见面接近，一定会受人的议论纷纷。冥冥中好亲像自有安排，坤儿阿一个破病，互来发来甲秋风啊，真自然来接近，也促成了这段美好的姻缘。拜天地，二拜歌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，来来来，坤儿，来，这红包给你。多谢爹。乖乖乖乖。坤儿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从今以后袂使叫我阿爸，爱叫我阿爸，知无？阿爸。哎，乖乖乖。大喜的日子，每一个人应该拢是欢欢喜喜。敢那来发来查某囝，宝珠啊面啊是变变变。来发来伊也绝对想袂到。以及一用疼惜宝贝的查某囝，将会引起一场家庭的风波。太多啊！你若不辛苦，煮着早餐给你吃，不管好食歹食，你嘛不应该等在涂骹，这样那是浪费，你知无？伊想哪样，伊就哪样。不煮啊！不煮啊！哼！哎，这伊也真歹。我见啦，别生气啦，你那人唔捌代志。阿龙啦，啊，你唔该小心嘞。你坐，你坐，我来坐，好。在小宝珠的心肝内，伊认为阿爸是永远属于伊的。
验过。自从秋风甲坤基入门了后，阿爸真少甲伊讲话，甚至伊来找阿爸，阿爸拢阁甲赶倒出去。地主在伊小小的心灵造成真大一个伤害，来产生真大的嫉妒。在秋风阿本身伊嘛看会出来，所以尽量也来对宝珠阿好，来照顾宝珠阿。也毋过毋管伊安怎做，宝珠阿拢无接受，因为在宝珠阿心肝内，伊认为你是抢走阿爸的人。在小宝珠伊小小的心灵，伊就知影要安怎报复。伊将所有怨气全发在坤义的身上。无好，我要打死哦！将来就无人管你有法个。秋风伊安怎想都想袂到，苏东尼来发来甲宝珠啊霸一个。竟然让宝珠的心中产生这么大的怨。这十几年来，宝珠一直想要报复。地主在来发来死无外久，伊就真绝情绝义，将秋风甲坤基啊因两个母仔囝赶出地界，让因这对可怜的母仔囝遭受着无家可归的这个悲哀。秋风，你以后你有啥物打算？是要安怎打算？以后我母仔囝，多行一步，算一步。好啦好啦，莫阁想遐多啦吼。安尼六点吼，安尼就较早去休困。啊，我等我进来换了，进来做工课。啊，我较暗我就转来。阿芳啊，感谢你。哎，咱大家拢姊妹啊，恁来讲这嘞，吼，恁休困吼。行。阿红姨啊，多谢啊！阿母，我坤姨，你是有话要甲母讲是？是甚物代志？阿母，我就是感觉阿爸死无遮单纯呐，感情还是破病死的。即嘛讲这款话，是啥物意思啦？我总是感觉阿爸的死无遐简单就对啊啦。阿母，你看。这个不是你在爬梁的人。阿爸的死一定跟钱、跟财产有关系，就是为了这代志，才去用害死。不过，大夫断定讲，伊是破病死的啊。阿母，我讲的不是这啦，我是感觉阿爸是去用黑符啊死的啦。黑符啊！坤基也唔敢将看见来发来鬼魂的代志，甲伊阿母讲。伊恐惊伊阿母秋风啊，会伤过伤心，也毋过来发来几分，
到底是想要讲什么？伊用身体健康的来法啦，哪会突然间来过身去？伊啊，明辉啊，甲宝珠啊，由得来法啊死了后，将因赶出家门。坤爷决定要回去李家，找一个水落招出。人讲生的车一边，用的功劳较大天。玉不夺不成器，人不合不得意。这个坤爷虽然不是赖法的亲生，也不过伊是有情有义。伊感觉伊的老爸的死因有怀疑，伊要查出其中的玄机，无要让伊老爸枉死。我等这天吼，已经等真久啊啦！我自细汉就一直吞忍伊母仔到今啊，今仔日咱总算是自由啊！后摆就要看伊母仔的目色啊！宝珠啊，你这么简单就满足啊？你唔通袂记真诶，恁老爸遐林阿银，咱是还袂得到手。想到这件代志哦，我个几百岁。哎呦，非得咱即摆已经有所有的财产啦，啊，遐零啊银，甲咱兜所有财产比起来，迄嘛才一丝丝啊钱尔，哎呀，哪会着计较遐个啦？宝珠啊，啊哪有人咧嫌钱伤济啦？遐零啊银吼，加加起来嘛袂少钱呢。啊，现清哦，阿爸都拢已经死啊，你是要着找遐零啊银？我在想，遐林阿姨一定是坤爷的母仔囝手头。哪有可能啊？假使讲因母仔囝若真正有遐尼侪钱，因咱就去住阿芳阿因家啊。遐无得卡的。啊，无是安怎讲？坤爷因母仔囝藏伫阿芳伊遐，这阿芳一定有问题啦。无得卡吼，遐林阿姨就藏伫阿芳伊遐。为着要查出来发的死因，坤爷伫三更半夜，搁倒来李家想要调查。当伊来到来发来甲秋风的房间，景物依旧，人事全非。这个时阵的坤爷，伊的心肝头感觉非常的悲伤。阿爸，你若是有灵有声，请你一定要保庇我，早一日找出害死你的凶手。一间房间，看起来明辉还佫保住我。应该是毋捌来顶当过，安尼我是要怎查出阿爸的死因啊？到底是要安怎好？正在坤爷感觉失望的时阵，伊突然间感觉有一个力轻轻啊伫咧个扫，坤爷感觉怪怪，也毋过伊的身体在不知不觉向着来发的面前一直歪去。这个时阵，迄个力愈塞愈强，强强甲塞一个，坤爷歪头想要看，什么都看无。赵超人，想要甲宝珠伊，心肝还这么勇。阿母，我决定的替阿爸报仇啦！恁阿爸是一个好心肠的人，是安怎？是安怎出着
这么的歹，一查某囝都惊死，是安怎呢？是安怎呢？阿母，我决定要把爸送来领阿银，来引你为生意跟你做兄啦。囝，敢有效？阿母，我会想办法啦。这我。拢是这孩子阿爸的啦，我将伊烧掉啊！阿母，我爱烧金纸。安天顶拿出来，也不过自从来后，你提当来找的了。过去，我着迄林阿银，一包一包，家无成家，厝无成厝，做安尼拢家煞的。啊，阿爷，坤爷，阿爸，你先转去跟阿母讲，讲阿爸要来。刚好叫拜妈祖婆吼，随转，好。阿爸，我跟你做伙来拜妈祖婆。免啦，我来就好啦。咱两个拢去哦，事后恁老母若看无咱两个人哦，会烦恼呢。而且我拜好，我随转去啊。好，好好，阿婆先转来，吼，你较细个哦。我走了。李来发家己一人，对刚好叫的方向来行去。伊安怎想都想袂到。一件改变伊后半生的代志，渐渐要来发生了。哎呦，这笨蛋看了好好嘞，够水哦，嘿嘿，再来个洗洗哦，清洗哦，啊，够真好用，哈哈哈。阿伯，不好啦！多谢，多谢，多谢！别客气啊，别客气。看到这位村民将这大伯囡仔带转去，来怀仁义，这一定是妈祖的保庇。这大伯囡仔才会当平安无代志，伊也非常的欢喜，将扁担捡起，对着港口宫来行去。阮敬爱的妈祖，因为你的庇佑，阮本港口的人才好到日日丰收，大细汉才好到食会饱穿会烧。弟子李来发，除了感谢妈祖婆以外，同时要来祈求妈祖婆来保佑阮全家以后会当较和乐，让我的查某囝仔婿以后较明事理，感恩不尽。
两银，还够正的哦。林阿群在天顶飞来飞去，捡来用笨蛋甲讲落来，伊感觉真怀疑，这敢是什么好预兆呢？伊真赶紧要回去厝诶，甲因某秋芳啊讲这个代志。世界讲遐奇怪代志，天顶讲落两个银落来啦！天顶会落两个银落来，真的吗？当然嘛，真的。秋风来看到手顶金细细的两个银，又搁听到来发啦，讲到经过，伊感觉真怀疑。来发啦，你讲规罐两个银伫咧天顶飞，啊，你用分担甲讲一下落来。哎呦，你真好气呢！好啊，卖讲阿叔，来，我给你收起来。这个林阿云要我收起来？当然是嘛，要送你。哎呦，咱做阿母这多年哦，讲实你讲，我唔买什么贵重物件给你啦。啊，这当然礼物哦，你好好给阿收起来。来花啦，多谢你。来花来话，让秋王感觉真欢喜。伊真小心将迄灵仔棍放伫尖子笼啊了后，因两个人就倒落眠床顶准备要困。因为在困梦中，来发来甲秋风，因哪里想会到，一件料想未到的代志，将棍要来发生了。我老婆亲眼就看到，真是有影不相信呐！即摆你咪相信啦！王爷，哇，我们真拿了两个银呢！嘿，奈花啦，你昨下讲，你讲的迄两个银是伫个天顶飞，你用分哪甲讲？啊对。啊，不过即摆伫咱厝内面呢，啊两个银是安怎过来？啊，这什么人的？我哪会知？甲贵哪的林阿银，这嘛是安怎？嘿，我嘛无啥查嘞，这哪奇怪？奇怪，拢一半还阁有咧人听，这一群规大堆贵哪啦？哇，林阿银！来发来甲秋风，一听到宝珠的声音，马上感觉不对。以宝珠的个性，看到这么多钱，一定袂放因干休。秋风提衫将灵阿棍砍掉。哦，宝珠啊，阿爸，嘿嘿，宝珠啊，哎，三更半夜，啊你若无咧困，再来阿爸家是要创啥啊？阿爸。这句话问到真奇怪哦，问我讲是安怎三更半夜也袂睏，我才单想要问恁尔嘞。哪安尼，恁两个三更半夜嘛也袂睏，你是要变什么人啊？宝珠啊，无你这是什么口气？对四堂是安尼哟？我，宝珠啊，若无代志，你紧回去房间睏啦。叫我紧回去房间睏啦。你是骗笑哟！莫念准讲吼，我唔知恁两个创啥，这是啥？阿爸，是安怎你从来拢冇甲我讲过，你有遐尼侪零啊银嘞？我是你的亲生查某囝嘞，你哪会跟你偏心啦？
惊你，你愈来愈不是款哦。哈，每回都为着钱在咧摇把叉，可是我讲坦白啦，这龙阿云哦，是家己飞来你母阿尖山哪来底啦？我来警告，从今以后啊，这龙阿云上你手下的，跟你无关系，你也无看你阿妹是要孝心啦。家己飞二百，林阿云有发誓咱家己飞二百，阿爸。你是把我当作三岁囡仔生，这么好骗哦！燕安，恁若毋把代志讲予清楚，大家就要笑是要哭。宝珠啊，恁阿爸所讲的话拢是事实的，遐林阿囡才是有影家己飞入来。笑破人的嘴哦！我早就知影，你会带坤爷对桥后的吼，计较阮李家，你想要霸占阮李家的财产。原来吼，这一切你早就拢计划好啊，大家知知的啦。阿翔，阿爸，你哪会这么戆啦？你就是老白讲啥啦？我，宝珠啊。哼。宝珠啊，我会记得恁阿爸。是因为恁阿爸对我真好，你唔通对我误会。这林阿云本来就唔是我的呀，你哪会？好哩。不准，不准你提。迄时间你要好乖哦，大家欢喜加冠恁嘞。你。好啊。秋风啊！你是何物看咧咧？哎呦，你无看伊讲话迄款口气，伊心目中敢要过咱这两老哟？我若是这款糟囝，好啊啦，来花啦，你都莫生气啊。宝珠算来嘛是咱的糟囝，啊伊爱迄林阿云，咱就予伊啊，只要家庭会圆满，咱嘛无损失啦。你就是咱这善良啦。好啊啦，遐尼阿妈，好困啊。元辉呀，元辉呀，嘿，困到一只那低嘞，搁伫高开呢。元辉呀，元辉呀，发财呀啦，咱发财呀啦！是发什么财啊？宝珠啊，三更半暝你唔困，你是咧做什么梦啊？你是咧喊眠哦？你唔知你喊眠啦！啊，元辉啊，你看你是啥？啊！梁阿云，真实是梁阿云诶！宝珠啊，你哪有这梁阿云啊？这吼，那不是在新爷咧叫我，那个戆瓜啥物拢唔知咧。宝珠甲明辉，因为这笔钱是天顶落来，就是天公伯要送给因的礼物。也毋过，天家会敢有这好的代志？要得到这笔钱，敢会这么简单的？宝珠啊，咱真实是发财啊呢！对，即马开始，咱就免看阿爸的目色，咱嘛免担什么分财产啊。哎，这是我先发现的呢。啊，好啦，我上欠家的水母的。明仔载吼，我带你来城内，啊，给你买几领水衫。胭脂水粉，随在你拣，安尼会使无？安尼毋就差不多。林阿姨，林阿姨，林阿姨。啊，哪来？林阿姨，林阿姨，哪无影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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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哪会知影这林阿金伊家己会背伊啦？啊！我管你甲我背，你甲我好啊！莫吵，我要睏啊啦！你若个代志讲清楚，我莫消息要睏。哦，你查某够烦嘞！咱古早人咧讲，钱四卡，人两卡，一点啊就无差。
这个来发啦，拿一支本单，甲林阿银讲一个，落落去涂骹。伊就安捡转去甲因某打，跩林阿银就安对伊背转去一大呐。人讲，人掠钱就真可怜，钱掠人是钱滚钱。啊，这个来发啦，真正有钱的缘，真正互你看傻眼。阿明啊，迄蚵仔吼乌乌的，等下送一束仔去阮厝。哎，我咧讲，你是有咧听啊无啊？哦，是是是。哎，你知影无？这门工我听阿我师咧讲哦，有人甲订五只渔船啊呢，一群五只呢。这我知啊，这我知啊。而且哦，我听讲哦，一摆摕到两粒林仔银哦，做定金呢。两个林仔银。陈明辉，你无做，我一定要恁骨卡扫出来。生活无亲像林阿银啊！你是捌啥？坤你阿银吼，一定有林阿银啊！哼，想袂到吼，恁阿爸要死啊吼，阁会偷留一笔钱啊！嘿，敢讲，秋风啊，第二摆捡到这林阿银，伊无全部摕出来是？贪念的人就是安尼。虽然一大人的林阿云去予宝珠啊捧走，秋王的一点啊都无在意。天公伯啊疼好人，该当是伊的就是伊的，什么人嘛抢袂去。哇，林阿云满满一档，安尼变怎？等下问来发啦。即马才回来哦，天未乌暗呢，伊还未出门，你是出门要搞妖是是？莫生气啦，我即马来做。哎、欸，奇怪，怎无看明辉啊？明辉。
啊，拢叫我着爱赶紧煮饭，讲伊腹肚枵。啊，我这冷啊面是要创倒位？干阿免费啊！你规工毋是伫咧找翘脚链、吹手、食粉、跋筊，哎呦，莫当只浪流连呐！去找一寡较正经的代志做好无？我警告你哦，莫常常对我发脾气啦！咱两个嘛差不偌济啊，莫对我孤笑比无买。你，规工好干，就伫即个海边啊，要烦死！阿叔吼，咱迄面阿人够有条。即马早着咱底下地包包，互离开这个所在啊啦！我气死！好啊啦，你这个查某人，细细念细细念，你是要念偌久啦？你叫是我甘愿哟？我是互恁招的呢，我伫厝内底一点仔地位拢无，我比恁较爱遐凉啊去，你敢知影？总讲一句吼，我就是唔甘愿啦！好啦好啦，我知影啦。明辉啊，你看，都是林阿姨呢。林阿姨，妈，你怎样？辉啊，阿爸，妈在阿东遐小区来收收的，阿无爬山哦，到时一挂钱都爬了了。哦，阿爸，阿是对着阿东。我著隔壁生阿叔阿姨小弟阿东啊。哦，好好好，我知我知。阿爸包带你做每项代志，一定要做较好，有听无？好啦，阿爸，你放心啦。嗯？哎、欸？哎呦！哇，恁两个在那鬼鬼祟祟创啥？哎呦！啊，搁一大堆啥？嗯？啊，恁母会走倒去啊？阿姨伫咧灶脚煮暗顿啦。啊，阮就想讲吼，伫咧灶脚咧无闲啊，看到迄一大堆衫伫咧遐。等下吼，要去批批的啦。哈？你要甲恁母啊斗批衫？哦，啊，天就要落红雨啊！迄乌干啊，街道又无得通看。其当时啊，恁两个遐捌想，啊想讲要甲厝的斗做家来事啊？哈？阿爸，你安尼讲吼，佮伤伤感情啊啦。嘿咩？啊，无我要安怎讲啊？那恁哩套，我知知的啦。我问恁啦，恁若真是遐捌想哦，是爱帮恁母啊一人踮灶脚哩无闲嘞？阮等下衫批好吼，我著去灶脚甲斗三工啊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坤爷，哎阿爸，你先去手洗洗吼，啊准备食饭。食饭了吼，阿爸，你甲你好好研究一寡债务的问题。好，阿爸。坤爷，我讲吼，下昏哦，我甲坤爷要算下算啊，足硬足硬。啊！你要走，我甲你母啊斗三工，下去年吼，迄蚵仔先加煮一寡，吼，啊饭啊，番薯味上好啦，吼，加穿一寡，下啊足暗的，啊食点心的，吼，会记哦。好。点心，蚵仔煎，十只囝想要食好，你慢慢等啦。你嘛是你这十只囝害，害阮一工干唔好，阿爸咪甲要臭头去，我可袂当互甲你这十只囝撇害要死。二叔啊，你听到有听到无？阿爸即摆含坤姨啊，咧讲财务的问题呢。阿爸计想要把所有的权利拢交予坤姨啊。啊，咱脚手也无较紧的吼，咱个分无财产。哎呦，不要紧啦，你是咧烦恼啥？非得吼，咱有这零啊紧啊。是讲吼，明辉啊，这零啊银吼，家己安尼飞来飞去，咱要用什么方法，才好到把这零啊银吼，送到咱的身躯边啊？二叔啊，我有一个朋友捌甲我讲过，伊讲，若是把这零啊银吹乌色，所有的钱，佮拢袂飞去啊。咱爱较有耐心嘞，等到夜暝后，咱偷偷走去厨房。把所有龙眼钱拢找好先，安尼啊，这龙眼钱
个拢是咱的啊！原来你早都拢已经知影哦。那呢吼，咱就等下暗时啊，因困起的时阵，咱就来去催铃啊银。昨暗林阿云去予八爷明辉阿甲宝珠啊，一透早看到坤姨啊，就将昨暗所有怨气发在坤姨的身上。明辉阿一起话来，无大无故就对坤姨阿甲整落去。坤姨去予整一个嘴角流血，倒伫涂骹底。看到明辉阿这面，伊非常的生气，对涂骹底全量倒起來，唔管一切要来甲伊输赢。明辉啊，较大胆嘞，甲你做表哥拍死，紧！上伊咧讲，后母真歹做，有讲拍无落。虽然有一个好翁通好靠，家庭嘛是常常起风波。节目嘅最后也是要来感谢咱这一集嘅赞助单位。首先要感谢的是蛤蟆寮本港口嘅港口宫，感谢咱港口宫嘅主任委员黄土城黄主委，多谢你嘅帮忙佮支持。上个感谢的是咱。嘉义登山红木家具行，感谢咱这个红木家具行的头家，也搁有伫遮上班这个帅哥。我每一摆若来遮拍外景，拍到恁红木家具的时阵，大家拢真称赞讲啊，这个登山红木家具，做红木家具实在是啊，真有气质，搁真水。所以阿祖伫咧遮代表明视演职员，深深甲恁说下，每一摆的麻烦。啊，实在是真多谢，若有失甲你失格差去吼，啊，请你安尼多多包涵。唔知咱做四中兼换贴的朋友，敢会记你阿祖顶礼拜甲你讲的故意菜未？顶礼拜我讲的是讲，要栽找无枝，要种找无籽，要食好滋味。敢有想到是啥物呢？想到阿无？我相信你甲我拢捌食过哦，想看卖咧。对啦，就是盐啦。你甲想看卖咧，这个盐绝对你甲我拢捌食过啊。啊，咱这个盐是用海水去做的，当然嘛，伊也无机也无籽。要唔过你一定会讲，啊，盐都敢那咸咸尔，哪有啥物好滋味？你大概唔知。咱所有的食物，若是无盐，就感觉无滋无味，拢无好食。只要若有咸汫，你才会感觉讲啊，这样物件好食。所以要吃好滋味，真正感谢咱这个土库蔡先生，甲咱提供这地的卖地。继续今仔日要讲的，嘛是咱这个土库的蔡先生所提供的
我伫个遮讲互大家听看卖咧。即题是讲啊，大脚真贤走，无嘴真贤哮，无手阁会吃笨刀。敢毋想着是啥物？想看卖咧，咱即个土库的蔡先生讲出来拢是真趣味、真传神哦。毋通袂记咧，咱下一礼拜的精彩完结篇《本达神》也阁较好看。我们下个礼拜再见。